今天在外面录，今天好闷热的感觉，外面的风非常舒服一点。腊肉炒的这个灶头，外婆菜炒鸡蛋，黄瓜皮，麻辣梅豆腐，还包菜，拜拜。大家好啊，今天我们来吃一个偷骨侠的无骨鸡爪。啊，这个是一罐的量，一罐是2斤装。对。嗯。
今天我吃的是藤椒味的，吃起来麻辣麻辣的，酸酸辣辣的。是的，夏天这些吃这些凉菜特别开胃。对，最主要是这个鸡爪吃起来它没有一点腥味。是的，里面的话配料表非常的干净，没有添加剂，也没有防腐剂的。对，每一只都是人工去骨的，对，里面没有一点骨头。是的啊，有掌中宝啊，脆骨啊都有。对，然后你们收到货里面的汤汁，你们拌点黄瓜丝啊，胡萝卜丝啊，或者来一点洋葱一拌的话，吃起来真的是特别特别好吃。夏天吃真的是绝了。对，一罐是2斤，49.9块到手的话是这样，一罐2斤。收到货的话可以就是那啥夏天小配菜一配，特别特别好吃。给我也来一个。这小鸡爪一吃特别给力。这个藤椒口味的也非常好吃，这个没有甜味。然后你们拍那个蒜香特辣的也是没有什么甜味。特辣和这个藤椒味的没有甜味。对，就是那个蒜香微辣，它会有点甜味，有还有中辣也会有一点点。所以说推荐大家拍那个蒜香特辣和这个藤椒口味的，它没有甜味，非常好吃。再来一个。你还要再来一个？对，这个藤椒口味的好吃，麻麻辣辣的啊。放到冰箱里面再冰一下，吃起来真的是特别特别好吃。然后收到货，冷藏保质期10天，对，冰冻保质期1个月。是的。然后是用在顺丰和京东冷链包邮，2天内发货啊。喜欢吃赶紧去路上吧。馋死我了。吃饭了，今天吃这个鸡肉，炒的这个土豆，然后土豆丝，然后金针菇，搞的一个汤。酸辣椒麻辣梅豆腐，
你们自放了。今天吃这个辣椒炒肉，然后这个煎豆腐，那个腊肠，还有这个菜，先吃辣椒炒肉。冬瓜瘦肉汤，炒这个豆豉啊，下饭。